你先拿这里的一杯，然后等一下你们三个的时候就用矿泉水哦。大的，哦。你浪费吗？那叫我今天要放的。职业的，三杯就好。他是职业的猎人。 加矿泉水，再找一个，这边有一个杯子，那个塑胶袋里面是杯子，弄一个就好了，是吧？有的，好了吗？要装水吗？ 因为你们的木材多，很难洗。啊！倒进来了。